事儿，哎，马上就要坐月子来，你们也有点正事儿行不？问你谁呀？大姨，我叫香莲，这是秦顺风家吗？啊，是啊是啊。他在家吗？他不在。哦，我是他朋友，他没出啥事儿吧？没有，他能出啥事儿？整天傻吃捏睡的、啊，没出事儿就好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别去。你说你这身板出来一趟多不容易啊！快快快，坐歇会儿，我这手有面，啊、来来坐下坐下。好，小美丽，给让让地方啊！哎，坐坐坐。哎，谁给倒杯水呀、啊？我，你坐着啊，坐着。哎呀，大姨，哎，包包子呢？啊，啥馅儿的？素馅的。哎呀，对你吃吧呢？啊，没呢，我就想吃口素的。哎呀，太理解了，是钱顺风的朋友，都是咱家的客人。哎，大姨，快把这蒸上、啊。好嘞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大姨，不好意思。没说的，没事，不算麻烦，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。哎，我也切个苹果呗。哎，好啊。你这几个月了？九个半月了。妈呀，那不要生了吗？可不，就这两天了。多好啊！我也一直想要。可是钱顺芳吧，他老是忙。你这男孩女孩啊？上次做检查，顺芳跟我说是个女孩。女孩好啊！我跟你说，女孩就是妈妈的小棉袄啊！你看我妈多幸福，三件大棉袄。大冬天我跟你说，热都直冒汗。而且我妈还说了，不管俺们几个呀，给她生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，她都稀罕。哎呀，可是我老公啊，天天也不知道咋的，回家就困，倒那家就跟死猪似的，瞅都不瞅我一眼。妈呀，你可别那么说他，在我那可不那样，不正眼珠子盯着我、哎，就怕我出点啥事儿。那我也不让他天天忙啥，你说？那能忙啥呀？公司那点事儿呗，天天喝酒。那你咋不劝劝他呢？身体不好啊，可关键是回家吐完我还得给收拾啊。妈呀，后一次喝的可难受了。我说你在我这吐完了再回去，不的就在那装坚强，要脸儿，就是要脸。下次你就告诉他吐完再回来。行，下次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你说大晚上晃晃悠回家多让你担心。损玩意儿，我跟他说好几回了就是不听，你说多让人担心呢，让你费心了。我挺担心你的，二姐。怎么的呢？你跟他在唠啥呢你啊？我不就跟他说，我跟你二姐夫一直没要上孩子吗？你看人怀的。我们觉得我这嗓子眼儿有点堵的慌。那个小米粒子，你给姐倒杯水。哎，喝我的呗。那个中了，这个东西你自己留着喝吧，有些事儿不能公用。那个，我刚才是不是别哪儿了？那啥，你仨给我三个数啊，我兄弟能别回来。一二三，别不回来，你谁呀？朋友啊，普通朋友吗？他跟我老公关系挺好的。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是不？以前是，但是后来因为我呀，也经常吵架。张美丽，快扶你嫂子啊！不是大美丽，把你弟妹儿媳妇啊！哎，不是，快，跟你是上屋里歇会儿去啊！这身板得歇着。哎，大姨啊，他咋的了？没咋地啊！大姨，哎，包子好了，别忘叫我。放心吧，包子一半会儿好不了了。哎，那为啥呀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快点，小心一会儿驴踢你啊！你踢我干啥呀？你别说话了，给我安全。哎，二米啊。你先别难过啊，咱俩那个分析分析，这里像不像是个误会？不用分析，大姐，这要是我大姐夫，不用像，他就是个误会。对呀，你现在是钱顺风。对呀，这个损种，竟敢跟我俩玩红杏出墙！你等他今天回来点，我要不把脚踢到嗓子眼里，我算他扁桃体长得结实。行了，你呀。我回来了，看我给你带啥回来了？野花啊！啊！我不告诉你了吗？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吗？我知道啊，但我也知道啊，不采白不采呀，白采谁不采？大姐，来来来，
把这野花给它插到花瓶里啊，老好看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吃包子呀，啥馅儿的哈、啊？素的，素的素的吧，你吆喝啥玩意儿啊？你这，哎，你咋知道我爱吃素的呢？你这样啊，蒸好以后给我打包几个啊，多几个，然后我到公司吃去啊。陈春生啊，哎，为了你的健康啊和安全，你还是在家吃吧。怎么呢？家里包子热乎啊，外边风多大呢？怕你呛着、哦，你万一那个酒在呼你扁头底上，你不得憋死啊？我大姐的一点常识都不懂，韭菜叶子怎么能呼到这个扁头底上呢？要呼也会呼到鼻孔眼里啊。没事儿，你把这个鼻孔眼堵上，砰就出来了。哎，小米粒啊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有个朋友在网上开了个奶粉店，你把他微信号告诉我。二姐吧，那个你要这奶粉是不是你们公司搞活动要抽奖用的哈？不是，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你肯定是要给你们公司员工发福利，就是。啥福利？我就要三罐，我这必须质量好的。我把他拉黑了。妈妈咋的了？妈呀，妈。啥事儿？不是，妈，我就想问问你，就是过个两三天吧，你有没有功夫？我呀，啊，是咱家大闲人啊，除了做饭、洗衣服、看孩子，剩啥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就这就行。你要干啥？我不是，到时候再告诉你们啊。哎呀，我上个厕所去。哎呀，我说孩子们呐，你看着没？这个陈顺风啊，他是想让我给别人伺候月子，太明目张胆了。小米粒，我问你。你是我亲妹妹不？是，大姐，你是我亲姐不？啊，我是你亲妈。妈妈。妈妈，你只能给我伺候月子，你不能给别人伺候月子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我二驴子倔了一辈子。没想到昨天把钱顺芳那瓶老雪花给我闷倒了。大驴呀、啊！别开玩笑了，二驴子，你别哭了，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是咱们全家人的事儿。对。哎呀，大姐啊，我想起一个事儿，多大岁数了还在这撒娇啊？大姐啊，哎，我记得咱家有个小太阳呢。你干啥呀？天冷了，我这办公室冷，我想办公室用啊。你是不是脚冷啊？对呀、啊。那你把脚抱起来，搁怀里捂捂呗。脚抱起来咋捂啊？不会呀、啊？啊？你学烧鸡呀、啊？你是说勾帮子吗？对。那我得好好想想那烧鸡啥形象啊？哎呀，那不行。那我还得把两个腿打折揣到怀里边，来个大窝脖那嘎吱窝里，那不行，那难度太大，我完成不了。小米粒啊，咋？这咋的了？不高兴啊？高兴？那咋的了？二姐夫、啊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呗。你讲吧。从前吧，有个白眼狼啊，死了。后来呢？没了。你讲这笑话太冷了，都能滑冰了。这是咋的了？哎呀，老妈呀，包子啥时候熟啊？包子熟不了了，都在笼屉里都生气呢。我今天这气氛不对呀、啊，这个不是吃枪药了都啊？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？我谁也没说。你说谁呢？哎呦，不是这是咋的了？这是啊？咋的？啊？疯狂。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这都是给我闭嘴啊！白眼狼金钱盘端向上写着，二米粒儿他三十二岁转过上门，驸马郎戚家人灭祖上悔婚那儿真荒唐隐瞒，妻子良心丧，逼得今日上大堂这装置压只在了娘的大堂上。哎呀妈呀，包子这些
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穿越了这是？啊！耐人证，格林哥，不这干啥呢？这是啊！你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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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完了！干啥呀？这是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什么乱七八糟这一家人？哎呀！哎呦妈呀！你咋来了呢？啊！不是，你这都啥月份了？你还往外跑啊？你这是干啥呀？这没事吧？妈妈，你看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来来来，给我开价！哎，你别动，你再把你给伤着了。哎，你进来这干啥了？我还以为你出啥事儿了呢。就是出事了，这不正审着呢吗？钱顺风，你就个陈世美，你就个臭不要脸的！今儿你要不告诉我这女的是谁，我就弄死你！她是谁？她是谁？她是谁？说，朋友嘛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师傅，哎，他们不知道咱俩啥关系啊？嗨，这没来得及跟他们说呢。嗨，我说他们咋误会我了呢？啊、是这么回事儿、哎。你别说了，说啊，说，来来来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哎呀，就这两天的事儿呢，你说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呀，欠她老公一点钱，她老公呢前段时间就出国到国外办工程去了。他呢就跑我公司来给我要钱来了，我也没钱呢，他就跟我说：“钱顺风啊，你不会因为这点钱跑了吧？”我说：“我能跑吗？我拖家带口的啊！你要不信的话，我天天到你家报道去。就这么的，我天天到他家报道，四五个月了，我这钱呢也没周转过来，他这肚子可一天比一天大了。你想，我跟他老公是朋友啊，对吧？我不能不管呢。”我就照顾他，就照顾了四五个月，他就挺感动，就说：“顺风啊，不行，这钱不要了。”那不行，我钱顺风做生意欠钱必须得还，我都说还了，你说你今天你还跑来干啥呀？不是，我好几天没看你人影了，我寻思你别再因为我这点钱再想不开。妈呀，我有啥抢不开的？我欠钱欠多了我呀。所以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呀，钱顺风那钱不要了。看见没有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就这么点事儿，青天大妈妈，咱可以结案了吧？哎呦，孩子们，你们闻着没？我包子好了，包子好了！哎呀，我就想吃这口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我来扶你。媳妇儿，我扶你吃包子了。少来。哎，你说你欠钱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哎呀妈，这都是正常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，我都跟你说，让你跟着心烦。放心吧，这就是我钱顺风的一段逆风期，钱顺风马上就要刮回来。你又不是缺钱，你怎么改风儿呢？你看，那死出呗。咋的了这是？赶紧跟吧，包子好了。哎呀，热乎的呢，哎呀，孩子，包子，哎呀，真让我吃的，哎呀，我就想吃这个，吃哪种？哎，咋的了？要露馅儿！哎呀，生了！喂，兄弟，你老婆要生了，你不信啊？不信你听啊，生了。